而家咧入要去。做嘅嘢咧，就係將呢粒咁嘅垃圾咧運去一個目的地嗰度嘅。咁嗰條路就好撚遠嘅，我哋要起碼要有5個人接力先可以運到去嘅。咁攞咗波去倒數啦。咁啊，我唔記得20秒定15秒，好似15秒。15啊！咁啊，倒數15秒啦。咁我一攞個波，我就會倒數，可能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咁去數啦。咁正如啊教練所講，我有個你會見到有個大型嘅罩罩住咗我嘅。咁喺個罩嘅範圍裏面咧，我哋嘅隊友就唔扣血啦。咁你離開咗個罩咧，你就開始扣血啦。咁但係我一路跑緊噶嘛，係咪？咁如果你掛住喺度企喺度清怪咧，咁你一定追唔到我嘅。咁所以你係要一路跟住個罩行，一路打出邊啲怪。咁當我倒數到5、4、3、2、1嘅時候咧，我就會俾粒波吸咗入嗰粒波嘅空間裏面。咁但係如果你企喺我側邊咧，你就會同我一齊吸引咗入去。咁所以你聽到3、2、1嗰段時間咧，你就要停步或者向後褪少少，離開我嘅範圍。OK， 咁我第一個運波，我執波倒數一路行。咁我第一，因為我係第一個人啦，咁我一定係會俾粒波吸鳩咗入去啦。咁我一吸鳩咗入去咧，就左下角咧就會顯示第二個人嘅名字。O.K. 隨機嘅，隨機嘅。咁第二個人咧就要埋去撳射波人執起個波，繼續運波，繼續跑完條路跑翻出去。咁如果第二個人唔執波，有咩問題咧？冇人執波咧，就會冇咗嗰個防護罩。咁你哋喺度救血啦，唔夠救啊，咁粒波啊擺喺度啦。咁第二個人執波就開始跑，咁又係一執粒波，佢有15秒時間倒數啦。O.K. 咁。正常咧，頭先正如先講，正常到數到15秒應該係會吸入嚟噶嘛。咁但係因為咧，第一個人已經入咗個二度空間裏面啦。咁喺嗰個空間裏面咧，出面有人執波咧，入面就會生成一碌柱光柱，好似我哋頭先打第三關嗰個肥仔咧，咪有啲光柱嘅，有啲光柱。咁第一個人入去，入面有一碌柱，咁嗰個人食。咗個碌柱咧，出邊嗰陣個粒嗰個倒數就會加時間。係。OK， 咁第二個人執波倒數5、4、3，咁入邊嗰陣聽到佢差唔多到尾咧，就要去食光柱啦。咁食咗光柱，出邊嗰陣嘅時間就會延長咗，好似10秒。OK， 咁再加翻時間，咁佢又開始倒數，哇10、9、8、7，咁我哋幾咁咪繼續行咯，因為佢延長咗個時間啊嘛，個防護罩仲喺度噶嘛，你繼續佢啊繼續帶波喺度行啦。咁到第二次佢倒數到尾嘅時候咧，就冇得加時間噶，佢就會俾粒波吸入去啦。咁一樣你就唔好黐住佢啦，即係唔好行得太近啦。到時 ，OK， 即係第二個人第一輪運波入邊可以幫佢加時間，倒數到零佢再加時間。第二次佢再倒數，佢就一定會俾粒波吸入去啦。咁第二個人吸咗入去，又會出現第三個人嘅名喺左下角。咁第三個人就要埋去執個射方，就唔射方，然就俾得波，繼續運波。如此類推，第三個人加時間 ，OK， 再倒數吸入去。第四個人執波，運波倒數加時間吸入去。第五個人一路一路如此類推，直至到我哋運到個波去終點，入咗個波為止。咁正常條路咧，起碼要有5個人運波嘅。起碼要有5個人，所以正即係所以咧，你有一個人失敗咗咧，係有機會救得翻嘅。OK， 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、是、第一個人入咗去啦，有一碌柱啦，見到 OK。但當你有第二個人入去，即係第二個人運波嘅人都吸埋入去，入邊空間係咪有2個人啊？即係喺呢個係啦，跟住喺個二度空間裏邊有2個人噶嘛，咁入邊亦都有怪出要清怪啦，咁入邊。到第三個人揸執起個波運波嘅時候咧，入邊就會出2碌柱。OK， 咁如果入邊嗰2個人冇夾過，喺度亂咁食柱，咁出邊嗰人係咪未倒數到尾就已經俾人 refill 咗個時間？咁我哋咪少咗運波嘅時間咯。咁所以咧，每次入去。最尾個碌柱，我哋習慣就留翻俾第一個入去嗰個人食。咩意思？我係第一個人入去嘅，第二個人運波得一碌柱，我照食。OK， 第二個人入咗嚟，第三個人執波，入邊會出現2碌柱係咪？第二個人
冲埋去食一碌柱先，然之后去清柜，剩翻个碌柱唔好掂，等我搞。OK，咁我听到佢到咗到5/31，我就会埋去食埋个碌柱啦。OK。咁到第三个人入咗嚟，第四个人问波，入边系咪有三碌柱啊？第二个同第三个人即刻食一碌先，咁系咪场上剩翻碌柱啊？OK，咁我系第一个人啊嘛，咁我就套等佢到咗到五四三一，我就埋食埋住一个碌柱啦。咁你入去嘅时候最好就即刻食咗碌柱先，因为你食咗剩翻个碌柱，我就容易去判定边个系最尾嘅。如果你一个怪清怪唔食，到去到数到五四三二一，你先去食咧，咁可能我谂住食个碌柱就系你个碌柱嚟嘅，咁就我就唔够时间去揾最尾个碌柱啦。OK，咁每轮就系、是，总之 refill 个柱你食咗一碌，总之剩翻个碌永远都系我食，即系第一，总之系第一个人入去嗰人就永远都系嗰人食。OK，咁入边系清下怪啊，咁啊出边运波咁样运到终点啦。咁条路咧，其实系我哋头先一路打入嚟嗰条路嚟嘅。咁但系有啲巧妙嘅，去到头先我哋睇图嗰间房咧，佢会有一独门开咗嘅，然之后要穿过去嗰条窄巷，即系嗰条小路咧，嗰三间房嗰啲小路咧，穿翻去第一其中一间房，跳落个窿度嘅。嗰度你唔识行嚟嘅，可能对跟住行，或者我都唔知点讲俾你听，因为你未行过嘅。咁总之你去到嗰间房，你就要留意一边独门开咗，然之后佢两边有条小路通嘅，你就行嗰条小路，沿住嗰条小路嗰度穿翻去第一间房，咁啊跳落个窿度，跳多落个窿度，行埋条楼梯上去咧，就到终点噶啦。啊，教练系咩？想问多次，即系你话你，我当你第一粒嗰个入去啦，就永远系，其实系不停执波噶嘛，即系意思系，即系等，即系我当你入咗，我好似而家咁样，例子你入咗去，系咪？落咗去系。咁啊，你揸一粒波先嘅，系咪？到时会我执第一粒波，我入咗系去，啦，第二之个后人第二个入嚟一执起粒波，入边就会出一碌柱。系。咁因为得一个人嘛，我咪照食咯，即系我可以，你到数到尾，我咪照食咯。到第二个人入咗嚟。第三个人执波，入边会出两碌柱。咁你系第二个人嘅话，你就即刻直食一接，碌先，直接食一哦，碌先，剩翻个碌就交俾我，我就听佢到咗时间我去食啦。咁佢第三个人入咗嚟，入边有三碌柱，咁你哋咪一人食一碌咯，剩翻个碌咪俾我咯。第四个人入咗嚟，咁又系你哋三个人一人食一碌咯，剩翻第四碌交俾我，我就去搵第四碌食。总之你一食永远都一。一出柱，先选主人食咯。系啦，最尾个碌永远都系俾我食。一入去，即刻食一碌柱，然之后全力清柜。OK，OK。之后另一个人入嚟，你系啱啱入嚟嗰个，又系要再搵条柱嚟食，系咪？系啊，因为入嚟入边又会刷新，一出又出四碌噶啦嘛。所以变相系咩咧？第二个人入嚟嗰人咧，就系咁食一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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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一碌咁咯。系啊。或者冇问题。有个情况就系可能食唔切。但系出边已经到咗到尾啦，咁啊大家都要揾厨食啦，咁我会嗌嘅，我食唔切啊，帮手食，咁我哋总之见到有厨食即刻食啦。OK，I'm ready。Ready？有冇？行埋啲。又唔系我嘅，搞错啊！系我啊。Ready？3、2、1，好波。铲你老味！5、4、3、2、1，两攞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reset咗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0。食咗一粒，多少？
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熄咗，熄咗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左跟行，跟行，跟行。我呢边都得噶。食咗一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食咗两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食咗。好，继续。哇，有冇剑啊？救命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、零，跌落个窿窿度啊 ！OK， 得。十八，食咗一碌，使唔使跳落去？要跳落去。落窿。楼梯上，楼梯上，楼梯上。OK， 倒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食咗。哦。搞掂。我肚紅啲，花垃圾嘅，開埋出邊嘅箱先啦，唔好走。開得埋，有冇人未有呢個刀新貨？阿月啦，好啊，呢度。